我先告诉大家，这一次的音乐节告诉我说曲目的长度是8首歌。然后我接下来这个组曲有5首歌，组曲后面还有一首组曲大概有5首歌。然后这2首组曲呢算1首歌，所以这个是不是比商演套餐要好很多？ Nice。等一下，让我数一数啊。后面那个亮牌之前的人不要唱歌。好，你们都不要唱了啊！好，你们都不要唱了啊！好，你们都不要唱了啊！我要听后面的声音。如果这就是爱情，本来就不公平。你不许唱、你是默认后排了是吗？好，谢谢。那我换一首歌。终于轮到你，加油！加油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差不多了差不多了，不要讲，这样放下去没完没了的，这老娘歌还有点多，这首歌你们都很熟的，但是不可以嫌弃的 work for it。